大家好，我是仁伟。又到了一年一度令人期待的圣诞节，这次要用苏苦的两款假日精彩彩妆组帮义军打造两种不同的 party 妆容哦。首先用红棕色眼部打底，在双眼皮褶内用眼蜜再叠上红色，最后用深棕色在眼尾的地方晕染金色的眼影，放在下眼头，蓝色的眼影在眼头以及眼尾处，用玫瑰色的腮红在苹果肌处，再用蜜糖粉做修容，唇部用眼影刷刷上红色眼影，再上唇蜜。首先用灰棕色眼部打底，再使用眼影蜜眼部打底，最后放上紫色的眼影在眼窝处，橘色放在外眼窝的部分，另外一个橘色放在下眼影，在眼尾的部分刷上咖啡色，在眼球的正上方及正下方画上绿色。使用玫瑰色腮红由外至内做修容，擦上唇蜜或是在口红后使用，就完成了今天的两款妆容。